后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，请锁定47员工骂老板。你有员工会骂你吗？不会，我跟员工很好。OK， 那性感热舞卖鱼的到底什么成语呢？请看。哦，哗众取宠，也有人叫哗众取宠。哗众哗众取宠，哗众取宠。题目一出，计时一分钟，记得清楚写字密码。好，预备，员工骂老板，请出题。肆无忌惮，这个很简单。计时开始，肆无忌惮。肆无忌惮。你看，这还蛮漂亮的哦。这个难，看他怎么写。一、二、三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哦。停。肆无忌惮，密码。13、12。医生，一二。德国回来头脑坏了。不是，我刚想说，哇，好精彩的一个单字啊！13、12、07、19。对或错？还有几秒，你还有20秒，刚刚40秒，有20秒，改哪个字？请，我建议你改蛋吧。Yes, 对，肆无忌惮。好，没有。计时开始。哦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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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
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停，还有几秒？鸡蛋，十五鸡、啊，还有十秒是吧？这是蝉的，还有六秒。对，还有六秒，等一下。密码13120715。对或错？怎么可能？恭喜你答对了，笔画对是吧？笔画对，但是字是错的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了？三万。我刚才想说下一个字要写。我代写错了。对。字是错了，笔画。运气很好。四好像是这个四吗？是啊，放肆的肆。来，我们请看正确解答。对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前面都没错，但是个蛋。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建议是说，字错了还是稍微要有个分寸。对呀，不能说字错。嗯，你这个人是三画，他不是算笔画，他是这样子写错的。是的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有35000的奖金，行长决定的25000给你，10000留给观众抽奖。哇，怎么抽？行长？哎，我们会讲详细的跟大家讲。也就是说，这35000我们还是送去了。是的，对，那你25000-10000给我们抽奖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你，我们往前走，还是很好啊，恭喜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, 谁敢来 battle?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